嗯，进来。啊，对了，小助理，你叫什么？我是沈氏集团沈周的私人助理，我叫……哎呦，差点又忘了，忘了让你帮我买日抛的隐形眼镜了，帮我买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那个，我是沈氏集团沈周的私人助理，我的名字叫……哎，这些是给我准备的，沈总会喜欢的。我是沈氏集团沈周的私人助理，我叫……你先出去吧，我试一下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你可以叫我……算了。我是服务员吗？这也太暴露了，我才不是这种人。这是什么非人类设计啊？打死我都不穿。这是小沈总的书房。哎，没事，不要靠近。啊，你！哎，这里有电梯啊！住手！这不是人类能使用的电梯，这是班专用，你不配，跟我走楼梯。这是沈总专用的走廊，你有事没事不要走这边，你绕路。怎么是你？嗯，我已经做好早饭了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你只要伺候好班就行了，我的口味你不熟悉。哦，那班已经吃过了，我可不可以申请自由活动啊？猫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这七天自然有人帮你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那我能不能提第二个要求啊？什么？就是我能不能去你书柜里拿几本书？什么书？关于沈家的过往。我发誓，绝对不说出去看到的任何内容。你做的？吴小姐做的，很难吃吗？我马上再做一份。比你做的好。可见你平时并没有多上心。小沈总，闭嘴。帮我做件事吧。
就当是你将功补过了。是。看不出来嘛，还挺爱看书。哦。沈氏百年。Photo 是什么？居然他也会笑啊，还笑得挺好看的。但这么温馨的画面，怎么他爸他妈那么严肃啊？这镯子一开始居然是他爸戴的，奇怪，他明明在笑，但怎么笑的怪怪的。你差点弄到我的奖杯。你不是视力不好吗？我只是弱视，又不是瞎。再说了，视力不好的人往往听力特别好，尤其是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班该吃饭了，我去准备一下。班吃过了。我的笑容有问题吗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小沈总笑起来那是气宇不凡，如沐春风啊。你借口非要来书房，到底是为了查沈家历史，还是在查我？不是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你以偷猫为由让我相信贵人之说，接受七天交易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在扶贫吗？奇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班肯定知道。